Hello， 我是世纪廿一御前地产 Manson 吴生，推介一间位于大埔太湖花园一期大两房440实用，左右厅分明。呢边是客厅，客厅长度大概10尺零。呢边是饭厅，我哋睇睇个厨房。厨房咧就预留咗两个大位置放洗衣机同雪柜。咁變相星盤主食爐依邊咧，就多咗位置去煮嘢食。太湖花園係最近太和火車站嘅大型私人屋苑，地理位置係屬於好寧靜，下邊冇任何食肆，亦都有自己屋苑嘅花園。呢個係細房，細房做咗入場櫃。我睇睇個廁所。廁所門口就在中間，我可以看到那張台是很長的，很好用。用回企缸的設計，我們看一看它的主人房。而太湖花園後面呢，就是運動場、體育館、游泳池、壁球場等等，做運動都很方便。暂时依家是我哋太埔太湖花园最笋最平的440实用。有所事，欢迎随时找我哋世纪廿一御前地产提楼，多谢。